站着吧，站着吧，站着吧，站着吧。好，站着，站着。卢台长你好。你好。我想问一下我的女儿，她现在是3岁，2009年属牛的，还不会翻身，不会爬，不会走。大家知道人多苦啊，真的，人很苦。2009年。2009年属牛的。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身上一个业障大得不得了，乱麻，全是黑的乱麻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就是整个缠住他身上，很厉害的，要把它理清很难的。我觉得这个事情你看看自己怎么弄吧，明白吗？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给我女儿？很多。有方法吗？求求。你能不能给她念？你至少要给她念1000张小房子。1000张。嗯，你现在这个女儿，我告诉你，智商都受到影响了。啊，对。脑子不清楚的，智商很低耶。有点点，对。嗯，听得懂吗？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，台长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看你们家族里有问题。家族里，家族问题。嗯，你做什么生意的？我是做网际网络。你爸爸做过什么生意啊？我爸爸是做架楼里的，是些。什么？架楼里是运输，载货，载货，载货。啊，那么看看你太太的那个家族里边做什么的。我太太是做，父亲是做家私的，啊，开家私店，啊，嗯，从道理上来不应该有，我看看啊，嗯，好了，两个灵性在上面，一个，你的父亲曾经有一个家里的阿姨，就是佣人啊。听得懂吗？佣人怎么讲啊？他们新加坡佣人怎么讲啊？保姆。哎，保姆啊，保姆啊，哎，死掉了。啊，过去一直在你父亲家里的。是我的太太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是你们家族里面的一个女的，胖胖的，头发散乱的。没有啊，台长，没有这个保姆啊，我没有。你回去问问你爸爸再说。要么就是你爸爸的女朋友，要么就是他的前妻。没有啊，我的父亲只有一个女朋友啊，就是母亲没有。你父亲？我。你父亲有没有第二次结婚啊？没有没有，第一次一次罢了。那么你的父亲呢？也没有。要命了，我真的变调查局的人。你回家自己问问了这些事情啊！我现在看到了，你就回家好好问问了。没有没有。你爸爸的保姆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经常讲出去之后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当时说没有没有，有一个人想了。”我告诉他：“我说你有4个男朋友。”他说：“我3个在电台里，就跟我说3个。”最后想了一个月，打个电话：“卢台长，对不起，我想起来了，4个。”你好好想想了，你们家里有没有过去用过佣人，或者你爸爸过去谈过恋爱的女朋友死掉的，头发卷卷的？你这个回去问你爸爸去。听得懂吗？现在这个小孩子肠胃上都是这些东西啊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，很恶心的，整个像个麻团一样的，穿着黑线绕起来，一个麻团一样，这个灵性啊，你说这小孩子怎么不智商差啊？哎，真的。家族里面有没有人杀业啊？没有啊，台长。你是家里是个大大的好人，这个大概冥府的地府里面的鬼搞错了，那肯定有问题的。那自己啊，看了，那么有没有像这种头卷卷的外婆有没有啊？外婆奶奶？他其实他的父亲有两个妈妈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是经常欺负我。听得懂了吧？两个妈妈，那个妈妈过世了，可能啊。两个都过世了。啊，
好了，两个，你去看看你过去你父亲两个妈妈你都不知道啊，你这个人我跟你女儿一样有智商有问题了，要命了，好好念念心经了。哎，真的是的，你听得懂吗？还有你现在告诉我，他的妈妈，他的父亲的两个妈妈，有一个是不是头发卷的，就是有点波浪似的或者卷起来的？两个都卷。我的妈呀，你们都欺负我吧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我气死了。哎，你想想看，两个都在你小孩子身上。哎，这个是你老公是吧？对，智商有问题了，出去就检查身体去了。好好念念心经啊，每天念49遍心经，跟我听得懂吗？好了，把你毛病找出来了，听得懂吗？好好的理。那么一定有办法对吗？每个人78遍啊，78章，要命。好了，不看了。谢谢。菩萨生气了。其实你们想想看，菩萨会生气吗？不会生气。就是让他们感觉一下，找到毛病了，就像医生帮你找到病因一样了，明白了吗？台长说头发像卷起来一样，你看见吗？而且全是黑的。哎呦。